它的刺绣跟钉珠部分就全部完成了。拿出胸针扣，从正面戳下去，细的这一头先戳下去哈，这一头扣的是粗的。戳下去以后呢，将这个胸针给打开，将这个针给拔出来，然后再从背面给它穿到正面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紧接着我们在它的背面涂胶水，我们拿出贴额把它粘上去，位置都对好以后，我们用力的去摁压，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天鹅胸针就完成了。